都同步同步啊，就是没办法同步。嗯，因为这台在那里，因为我的会断啊。嗯。哎呦，烦嘞！怎么讲？想要买你的鞋子，但我穿了就是会痛，没办法。板子不是在这吗？板子不是在这吗？对啊，我是说那个缆车怎么没在动？啊，也没在动哦。这样是不是要往上爬？爬右边的红线。往上爬。小心啊，哎呦呦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你看这边二至三明明就有写往右边啊，嗯，也就是说可以往右切过去啊，嗯。这里好好边哦，这里好难站。我回要站你那边，这里也不太好站。Little pilot place. It makes sense, honestly.
我是放错方向，因为我觉得应该还好，我就想这样放没关系。对，要用棒棒撑住。好，可以。哎呦喂呀、啊，我的 N 坏掉了。怎么坏掉？N 啊。嗯。最下面的那个过去，不用往上爬。但是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做这个两条的练习嘛，而且两条也只开一条了。对啊，所以在这边先练一练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人好多哦。你说下面的人？不是，车上挂满的人。那是车上啊。嗯。轻松滑啦，轻松。那你再帮我看一下我右边有没有不好？
是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轮流录影，好不好？哦。我觉得这个距离我们可以录，这根柱子上去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，我们可以从五号录到一号这里。哦。这么远，就是现在有一个人在最顶端那边。那么小，录得到吗？录得到啊，因为现在太阳不大，我们看得到萤火。哦。下去吗？那等一下我先录你。嗯。哦，好多人哦！对，我跟你说很多人啊。啊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只开一条线，另外一边也开了。刚刚才开的，你要去海左边吗？有点挤耶，这边挤啊，挤不过去啊。对，哎，我们这个刚刚才开的。行。过了去啊。过了去啊。比那个难度高大。没事。现在我们只是说。没有，他挡住了。过得去了吧？他挡住了吧？进不去啊？嗯。好吧，先进去吧。我就没有逼了。等一下，我在这个这一号柱，然后你要在开始变陡之前停下来。哦。看得到我为止。好、哦。不知道。还是我们先一起停，一起停。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吗？就当第一个。我怎么都没有看到手上？我刚刚都用走的。我好像忘了把喇叭声音开出来。你说万一他呼叫我们呢？嗯。又有一个人带着一堆人，看有没有记录，没有。测试啦，哈哈哈。
欸，那个动了，那个也动了，那一台。那有那一台，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爬上去啊。那一台应该可以接我刚指的那个，接到左边那条路。接到左边那边。因为我一直以为要绕过那个缆车站才过得去，刚刚看到了，应该在这儿吧？应该红色衣服的人吧，差不多。哎呦，他怎么跳起来的嘛？应该碰到那个就跳起来了。嗯，好一点。但是跳起来就，接下来就会倒地了。我看起来滑的还是很辛苦，没有轻松样啊。没有啊，你应该轻松吧？你自己觉得？问你啊，我只是想问你。你不觉得？我觉得你应该没有重心这边突然过去，突然回来，你应该是轻松的啊，刚刚。有吗？还可以啊。对啊。这一段我们应该把帽子戴一下。如果真正自己额头觉得冷，那就来不及了。现在觉得微微的冷。就风大没办法啊，是风大啊，风大的话应该要一起才对啊。好多的椅子啊，你不觉得在这里看的话，椅子超多？对啊，因为这是四条线。等一下右转，好多的人啊，左边很容易塞车。我觉得左边只要一两个犹豫，就快那边塞车，就走右边。掉得回来，掉得回来。你这几天学会的另外一个更多的就是你救得回来吧？你自己觉得呢？心跟肌肉也比较有力了。对，被练的脚都快肌小腿肌肉都快爆了。救回来，就算撑地，就硬蹲一下，振振起来。肌肉也比较没有痛，小腿也比较没有痛啊。好可惜哦，明年要再练一次。不会啦，身体会记住那种感觉。对，对啊。是行还是不行啊？他在下面滑吗？不是，我有点错裤子。这是老太太的。什么意思哦，太太？我在研究啊，每个人会滑，有一个有点像老太太。听到这里给我叫这么大声，他停在上面，他要挥手，又在挥手，对不对？又在挥，又在挥，对。谁？那边鸟，爱鸟哎、欸！很爱，很爱的。我一路上来都没有放霸。哎呀，是啊，还好，我就想懒得放。就算了。什么时候in operation？ 右边那台，左边还是也有，搞不定。反正我戴个帽子。你可以先下去装电灯。哦。我戴个帽子。
边的位置可以坐了，哈亮。那就比较早了，几分了。玩到四点，但是觉得一直滑一样的路啊，没有一样啊，没有。我应该说你要练习不一样的方式、啊。我觉得这跟我那天觉得跳跳的是一样的，但是因为没有太阳，你看不到跳跳。我有在看啊，看不到跳。对啊，下次我们直接切过去好了。这花这里的很少切过去，好高哦。HD 那个线的洞，没差了，没差了。你现在就没看到馒头大队啊？馒头大队都挖去哪里？还是他们现在很辛苦的在下面挖馒头给其他人跳？啊，开心。我觉得有一点飘，胸部很大。你要什么？这胸部很大。你干嘛注意到那里？
那很明显啊。好，我看到了。没看到，很大哦。我看到高了。什么声音啊？撞的。那是乌鸦。我觉得看起来像雪呢。你看我的镜片上有吗？没有啊。雪那反正就是留在上，我们就是留在上面混啊，一直到三点也差不多要下去休息，对不对？现在几点？不知道，一点多一点吗？我们休息完不是一点多吗？对啊，现在顶多一点半吧。No， 一点很稀奇了。哦，两点了。你跟你的预报一样开始下雪。哎，雪，现在是雪，现在是雪。也有雨，也有雪。好喂，那就跟梅池一样啊，在上面撑，然后最后再下去，而且下去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。从我们前面晃过去，那应该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，好像更下去了。有啊，我晃过了。不知道啊，刚是没仔细看到。怎么起来了？哦，我有一次忘记离开椅子，差点跳不下，它变高了，椅子翘起来，然后就咚一个掉下来。什么椅子翘起来？我忘记站起来了，我自己坐着。然后坐得很舒服，就休息。然后我们想要很懒嘛，等到椅子很过去才会站。然后这次有点太晚站，你要不要再回去啊？对，差点椅子已经要翘起来了，给摆下来。椅子帮你倒出来。好多人卡着。哎呀，大家看风景。是吗？下雪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好的。反正莫就是我先下去就对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给我你的手机呀、啊？但是你密码是什么哦？滑出来就可以弄了，对不对？我这是测降吗？我这是测降啊，也不是。你在测降啊？是吗？没有，我不是这种测哎。怎样测？就是那种板子平的那种啊，板子平的那种。给我手机，用你的录音的画质比较好，比较稳定吧。我觉得我的画质很差。不要、哦。好、啊。帮你录好一点不好？你记得用撸的推开就好。因为他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摸不出我的指纹。对啊，所以一推开就可以录了。就没有推开的习惯。嗯，我上一次就是养成推开的习惯，因为用触控手套你也没办法感应。既然没有那么冷，都没戴啊，是还好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好，我先走吧。我也要走，走到中间了。哦，好。还是你要帮我录两次？哦，那我就从这里开始。哦，那我先。
刚刚我一看你滑到左边去了，我又没看到你，所以前面没录到一点。对，我就突然看不到你了。好。哎呦！很疯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下去了。有重心不稳的样子啊，真的、啊，我手指又没有办法了，哎、欸，有时候有，是吧？对啊。好，那、啊、你说，我说，还要拍吗？都可以的。还要拍，那就要放我身上啊。先不用了。你自己感觉怎么样？反正一次当一次好，我自己知道。然后我只是要看好的时候 pose， 我的 pose 有没有比较不好，好看一些这样。切过过去啊、哦，好转弯啊，切过去啊、哦，好，就转弯嘛。
慢慢放开，不然它又要被我凹坏。我哪有那么重？哎、欸，用它，你用身体力量横着凹它，就是会那个。脚有点麻。有点肿。麻，鞋子紧压的。看不到的，看不到的。难怪没人要做。嗯，真的，而且这是第三组，对不对？拜拜，是差一点点。哎，坐着休息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那里有个牌子。哪个牌子 ？Slow down 吗？还是什么？那个很差。应该是 slow。Hey Leon。Leon， 就很害怕。最近老是没有。哎呦，为了拿给你以后，我自己也没啦。有事。对啊。这种在这种地上掉了是怎么找得到？反正被人家碾烂。比我们很远很多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两台两车这台那么慢啊？一台高速。哎、欸，现在变我们变快了。哪有？有。他们就一直在前进啊！他们就一直在前进啊！他们已经第一二三四四组人超过我们嘞。嗯。又往前了，又往前了。我们好像是很平缓的速度一直前进，他们会咻啦，有时候会加速一下，你不觉得吗？嗯。然后那个，如果那个淡蓝裤子现在跟我们一样平的话，就表示它速度比较慢。看不到它。我看也赢我们了啦。没有，一直都是赢，一直都是赢。赢很多了啦，这台真的很慢啊。嗯，好。嗯，等一下还是要往右转。啊？什么东西往右转？往右滑右边啊，滑左边它都卡在那一堆人。那个棒棒不是？我觉得真的很神奇耶！我们只穿两件衣服，然后在冰天雪地都不会冷的。哈，你不觉得很厉害吗？ 是没错、啊。台湾一个寒流，然后就冷死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是我身上穿的那个太厉害了？我可以多买几件，跟那没关系吧，外层比较厉害嘛。内层也有吸湿排汗啊，那也只是排汗啊。没有，那两个人是不是就走那边？是不是那个隔在中间的棒棒？我记得那旁边不是会有几个棒棒吗？他不见了。今天山里到了都可以提早结束营业啊，那我们套回去啊。对啊。慢慢的缆车。我头有点冷。对，我戴了帽子，果然要戴帽子。不是我的那个掉下来。从上面那个，对啊，就是要往前拉。我就是要那个额头，我觉得一定要照住它。嗯。不然的话就不大行。而且灌装可有点的。嗯。
支持，下面是雨。说不定下面也是。怎么样？好可爱哦，腿短短的。花瓣比它们高哦。花瓣比它们高，这好小。好小，好可爱。这样切过来也只是到这边啊，下面又有一个往右吗？还是怎样？我分不出来。哦，是上面切过去。哎，我要先开了。好、雪越来越大，下面的雨也就是越大。这边下面也下雪啊，只是化得很快。三号衣服就会湿了。你在右边吗？也下雪了，在旁边，你有外拍吗？不用啊，不用啊。哦，我刚跳了两个小馒头。哼，对啊，还可以。拿不回来。
觉得有没有乱？一点点啦、啊。是，我问你说看起来很乱吗？看起来很乱吗？没有啊，这边还好。刚刚起来。这么危险。能在这山上都一定是有卡的人了啦，那怎样？这山很奇怪啊，门那么两个，不放两个机器，只放一个。维修到吗？不要紧，还有看我们来超过他的人，对对，欧克的眼镜的，你看我们就呼晃一下，又不是你加速，就呼晃一下，你看我们就超过了，真的慢很多哎。嗯，好，现在在前进，右边正右边是蓝色，差不多啦。刚刚因为我们做比较慢的，我刚差不多啦，我看差不多。但是我们是做比较慢的。是啊，然后他要是跟我们慢的差不多快，没有没有，他跟我们这台差不多。我们刚刚做慢的也输了。哦，脚还是会酸哦。一点点。跳跳跳跳跳，要洗手还是会酸啊？欸、也可以绕这个教练教的。嗯。这个棒棒。靠下面，就是手要手重心够低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跟你现在也还可以练这个。就刚刚那三个很可爱的嘛，他就要耍赖了，教练不想理他，教练见多了，还是他真的摔得很惨，很难起来。没有，小孩怎么会摔很惨呢？那个搓澡就这样子就叫摔啦，他只是坐下而已，哪有摔很惨？他只是不没力气，不想站起来，那就很糟糕。他的教练挡在他后面，这两个也是，他就是要叫他不要这样搞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自己偷偷滑下去。Alan， 他以为他在做选手，他就在那边一坐好就滑下去。脚势不准，不可以这样滑、啊，不是玩雪盆。你爸妈赚的教练钱、欸，负的教练钱不是赚的。就这么滑掉了。那你就放软软就滑。对啊，就是我不要雪了，然后。坐一坐就滑走了，有点像我们那边每次看到那种一去不回的单板，那个板板就这么滑走了。哎呦，停了停了！哎呀，我们输了，欧克里嘞，欧克里嘞，欧克里在后面，欧克里要追上来了，你快点！你们要知道这里，我们应该超前五格啦。对啊，但是欧克里快要来了，下个就来了，他还是赢过我们了，我们还是选车车。要动。后面是很不够长的路可以追的，他又来了。没有啊，一个柱子大概就会超前车了，所以他是追不上的。那前面好像全身都是防护罩的感觉。对啊。只有这个会这样叫。你看这个红外套也是好像顺顺的，这个全身放软也好像顺顺的，这个很驼背，看起来像练。因为他还在三角形。我有在看我自己的脚，我们合比较起来的。有啊，不然不好看。没有，这很。不用管合这件事了，就是最后自然就会合起来。我来找哪个最轻松的看他的 pose。
红色的。对啊，这个是跟拍的。不，我要跟拍你很难耶，我没有办法照着你的那个圆去走。这老师怎么不一样？那个，你觉得穿这样就是老师？你来的时候那他们制服吧？没人预约啊。理论上，那个预约滑雪课程啊 ，ski 课的比那个雪板的课的自己小朋友都是平行的。嗯哼。不知道 baby 他们这次在新野，他们还是有报课啊，不知道他们学的怎么样。我觉得他们一长像是在查案子呢。哦，你说那位右下角那个在对面横起来围起来是是？对对对，是不是在查案子、啊？不知道啊，他们就拿举报手续。对啊。然后就有一个人挡在上面，叫大家不要滑那里。对对对，为什么？查案子吗？不知道，见事人员。但是那些人当中，我也没看到有人躺在地上什么的，都没有啊。会不会是刚好我们已经被看到运走的那个人？就算是运走，然后嘞，他们是要留下轨迹。看责任吗？怎么可能？看谁受伤啊，或什么？但这种应该就是你买票不是就有保险吗？我之前看到讨论区讲是这样讲，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上面有没有雪？有吗？没有。镜头上有雪吗？你也没有，我的也没有吗？没有。对，就很飘啊，就飘走。跳得很厉害、啊，就跳，但是没有趁机转好玩。哦，嗯，怎样啊？
很棒，do that? What time is it? It's 2:30. So the only problem is if you go down there, then we're going to get stuck having to do green runs for the rest of the day. So I want to do one or two here, and then we'll walk down. How about that?看手表是1:57啊，现在2:00，滑两趟。嗯，我没有用更快的速度滑，但是啊，什么？就是可以滑得更快啊。你要更快啊？也没有要更快，就是现在纯粹是纯休闲、纯练。但我膝盖有点痛。你改平这里干嘛？你帮我动一下，动一下的好一点。对啊，我这样按两下，它变给我怎么办？那个黑黑的是什么东西？你看那个黑黑的。还不按了。你看，遗失物吗？还是什么？手套吧。哦。看起来像手套。手套啊，我就掉了 Kitty 的手帕在那个平台，雾冰平台。你的推测是雾冰平台。我记得，因为是雾冰平台，觉得。那个很湿，就把它拿出来夹在那个上面。要留一些脚力让我滑下去。嗯，我们是1:00开始滑的吗？1:00差不多。那1:00开始滑，你说现在2:00，我觉得2:30了。2:30了。现在2:30。那这一趟滑就坐右边吧。什么意思？就我们从3:00开始出发往下去。哦。会不会太早？不知道，我是觉得膝盖有一点。对啊，或者是说3:00你至少要休息一次啊，对不对？忘记带零食可以。我有带啊。你有带蓝色的？对啊，一颗，昨天没吃的。是15分钟啊，是15，又再坐上去，差不多快3:00，3:00休息，3:30，差不多啊。单脚，我是不是要来练单脚？对，单脚。刚有一个人，对啊，中间这一段比较不陡的地方都是练习的地方，就是可以练自己想练的东西。我也没有想练什么，只要速度快也不紧张。可以及时转弯。
就好了。那你自己去，好像闲来无事，你去感觉左边跟右边差在哪里？上课吗？下一个，走一走。我后座问题已经好一点了吗？影片看起来会觉得像，但是其实比之前好吧。我觉得可以每次的影片都记得。啊？可以每次的影片一个一个看。我没有比较没有后座啦。其实我就觉得很丑啊。其实那种半蹲要还是要看上半身，上半身朝前我觉得就不比较不算后座。哦，想下去了。好累。咦，他竟然比我们先说，他说其实救援很累。我们预定这一次要坐最右边的缆车，然后可以回去缆车站那边休息，然后休息到我们高兴为止，然后我们就滑回去的路线。好累啊。你不累啊？哦，还好。他今天努力冲很快。他是什么？他上去找我们，我们才这样往下滑的。对啊，今天就是充分利用这个缆车站休息休息休息。但是除了衔接的地方要少爬一点，有点烦以外。好了，我棒，好。这一趟用轻松的心情滑，不要花太多力气。我就怕我下去没力啊。
我刚刚自己想成在圆形的后面，所以你没看我到这么低。他会帮我们拉一下椅子，真的、哦、降低冲力。你刚有撞到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只脚在椅子外。我坐得很旁边，坐过来一点。还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都看前面吧。回去看影片啊。真的、哦？你觉得没有？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是吗？对，但是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之前就是，你可以看你自己的影片的方向啊。嗯，对啊，我们就是会越练越那个，镜头就会越一直持续朝下。对，我的话是利用你来练习自己，就是要能控制速度，第一不能撞到你，第二还要能拍到你。嗯、我觉得这样也不错。啊，我很慢、哦。之前的话我抱怨，对不对？嗯。因为我控制到不够，那现在我已经可以了，嗯，还可以啊，不会又很累又。又要割很掉，懂了。我是想靠一下，然后撞到头。头？嗯，棒棒。后面的靠。有点累，真的有点累。脚有点，膝盖有点酸。全都是肌肉的部分。不是，我是膝盖。扯一下，扯一下，抽一下。都好平哦。嗯。这样就有下雨吗？没有啊。有一点。有吗？有啊，我眼睛看到了。但是那个是雪，因为太小了，小到不像雨滴。白色的、啊。是啊。嗯。对啊。下面。裤子这样是白色，那天应该没其实是整个裤子都湿掉了。我们下去大概也会这样吧。哦，太低了。嗯。不过那个我看的 app 它是雨滴形状啊。嗨。然后。车在动哦，怎么在动？它上面的车在动哦。没有，没有要去滑。哦。因为滑上面跟滑下面，你不觉得那边是陡一些些啊？嗯。也都踩好了。太累了，好吧，改天再来。嗯。六日一大堆人在那边搞。六日会不会是三排馒头大队在那里？就三排。啊。然后。就一直挖挖挖，很讨厌呢。你看哪、啊，掉掉掉啦！是雪吗？现在是冰粒啊。如果是下面就是雨了。我刚刚讲那个 app 啊，它会用一滴、嗯、一滴水、两滴水、三滴水。嗯。然后像这种已经接近毛毛雨的是一滴。我觉得我们在滑雪碰到那种一滴水或两滴水都还好，嗯，三滴水就真的完全不能了，嗯，对啊，有后面到底会不会三滴水？没有，那个今天一直到结束为止都是两滴水以下，嗯，我觉得。那我说明后天呢？明后天，明天要 safe 啊。哦，你就好。六日的话随便啦、啊，六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们上午根本还没到八点，他根本还没上班呢、啊。可是我中午看回信好像也没回。嗯。我说问坐车的地方。对啊。时间地点啊，这最重要啊，吓死人了。嗯。对啊。而且我去看了他们的海报，他就写、嗯，他就写白马八方到富山，他白马八方也没有讲说是 bus terminal。嗯，所以会不会是从旅馆接、啊？希望是。我的安全帽有没有扣好？有啊，那就好。还没有化掉啊？什么东西化掉？它没有化掉。这里的温度不会化掉啊，它会留在我们身上一直到下面。嗯、但是下面的话是看气温。因为今天有出过太阳，所以气温比零度高，在下面就会化掉。没有人往上坐啊？还是只是适应转？那、嗯、转一转这样。可是上面有三个人、四个人，是不是？哪里？
那树的是人吗？那是树吧？没有，那是树的顶。还没有人上车，我觉得是试运载，就跟刚刚左边线运载。但是它没有必要啊，就是它那个。你说都已经快要休息时间了。对啊，它才开到几点啊？三点半吧。对啊，它特别开了半小时。那就大家想要滑陡的啊。陡的下面也有啊。一堆人，我先掀起来。好。没什么人坐这边，前面座位都没有。谢谢你都有陪我。我有路到。不过你就去上课那天，我就要靠自己了。可是我们都探过路啦，你们就高兴的这边滑一滑。好、啊、好。高兴的滑一滑，搞不好你可以玩棒棒。很棒棒哦！而且我可以对讲机可以说我现在在哪里，看他会带人去哪里上课。那我们就去一楼入口吧。入口干嘛？啊，不是要休息吗？不是就是滑下去啊？你还要下休息啊？你还要脱鞋休息啊？你要休息吗？不用吧。我觉得要。帮我开门吗？这很颠。啊？啊！手大拇指好痛。身上，帮我看看你有没有很多血。换袋。没有，没有啊，都没有，还好啦，差不多了。休息，我把体力跑到下面，就收工了。真的？哎，你的杖掉了，膝盖好酸，哦。
你今天有喝咖啡吗？有啊，早上要喝饮料啊。然后你怎么都没喝，早吵着要喝咖啡。可以去上一个，哇，要储备一个这个，储备体力。对啊，累死我了。我膝盖很酸。往下去。啊？不知道下面状况如何？被刮成怎么样了？我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